这一个是有，他一定有接送去雪场，那里有两个接驳车。然后这个是今年社团推的，Hotel Arc Forest。好，啊，这边，哦，那边。不要少来这个，他是你1月3号好像是要进这边，对对对对，那里只能两间吧，一间 queen size 对，所以就是其实是可以睡到三个人，然后其实空间也够，就是硬要塞两个人也是可以睡得下去，其实够了，但我们如果要三人，我们就是沙发床嘛，然后行李放那边应该也是足够的，对，可以，就是因为我们行李放这里，还有那边这里或这里都是足够的，对，然后也是有卫浴，卫浴有。系统的，它是有那个，就是日本的一般的，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这边就是小衣柜，小衣柜 ，OK。嗯，这边是面另外对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加床的哦的小床，对对，这是正常，这是刚刚好两个人，就是、对，正常的双人床，对，对啊，其实放行李也 OK。就是不能再多一个人，然后那边可以多一个人，这边是没有位置加床，了解，嗯，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就是浴巾、牙膏、牙刷，就是一般饭店有的备品都有，然后每一个房间一定都有卫浴设备，是卫浴设备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， 对， 对，日本的岩月母池，了解 Cortina 的，所以它前面那个巴士站就在饭店前面，就所有的对车子，你要到所有的雪场的车子都可以，对对对。然后从这边走到就是白马有名的那个 jump台，那个中文我不知道，就是跳台。啊，胖主没讲中文。跳台的话，走路10分钟就可以到了。哦，对。那晚上附近有什么东西？它这边走路出去10分钟左右，就是我们这边著名的 Echo Land。哦，它就是有餐厅，然后有餐厅。米亚根是 Echo Land， 在这边就是被俗称小澳洲。哦，因为绝大对对，我懂我懂，绝大部分是澳洲人经营，80%以上。对，所以晚上就很嗨啊！你可以去 pub 有喝酒、餐厅、咖啡店。物产店都有，我们经过了那个时候，但客人想要过这样的时候，因为我跟他还没有很熟，所以真的是不熟。对，这个哦，这也是一个卫浴，哦，这个好，10个榻榻米的大房，对，所以他最多可以睡4到5个人，四五个有点挤，正常四个，对对，然后就是铺的嘛，铺那个，对，台湾团的话应该是4个，因为还有行李。对，就是这他们的，因为榻榻米正常日本不会放行李，就是后面会多一个小块的地方，或者是就是玄关这边立起来，行李箱立起来这样子。嗯，小的吗？对，这个今天刚好有客人的，那、这样进去没关系。好好好。不叫他进去。对，这个是8个榻榻米大小的。嗯，哦，这比较小。因为今天有客人要入住，现在 Corona 时期，我们都会先帮客人铺。哦。对，因为。用餐的以前我们去用餐的时候我们会进来铺床，呵呵，可是为了减少入进客人房间的次数，哦，我们会先铺好，了解，因为前一两年实在是太严重，哦，就是客人也不希望我们进房间摸他的东西，对对对，那是放行李也可以啊，那边也是，嗯，对，然后桌子就是移开之后是2个人的床位，哦，了解，就是正常是2人，3人有点挤，嗯，对，我也觉得，嗯，平常是给2位，这是芭比的吗？哦，这个是算和洋式吗？对，就是这个饭店的房型非常的多，它其实也不是和洋式，它就是重新 rehome 之后，它做选了我们 owner 选的这种地方，哼哼哼，就是制造不一样的氛围。了解。对，但因为实际上不是榻榻米，对，在日本它不算和洋房哦，和房是一定要有榻榻米，对。可是这样子也很适合外国客人。对对对，就是很。然后大家就是一个不敢买哦，这个4人的5个人，嗯，5个人，可以。哎，5人 bed 的，怎么说？沙发 bed 的。啊，使えないこともない。5人いける。5人いける。嗯，如果就是硬要装。这个是很大，这个真的是5个人，所以是
家庭房的洋房，每个都是也可以自己放喽。对，人头 shop 也有， okay. 然后卖店也有，温泉也有。其实基本上在管，就是三床哦。哎，那很适合今年，今年有很多是家庭出来的。如果他们就是因为像这样古人，没有，可是梅子，如果你去玩新手啊，家庭啊，哇，可是梅子很适合新手，对，超级就是男浴室。梅子我比较喜欢去那个森林中间，他那个带鞋子进去哦，带他带你去看哦，好。哎呦，是湿的哦，了解。然后这边的路给我超湿哦，潮湿湿。哦，好热，好热，好热。对，然后这是内浴室。哦，我们是很天然的地方。哦，是昆虫的。哪个？哎，是。哦，地下水。这是露天。哦。晚上超美。超好像鹅，都蝴蝶，像他可能打了点暗。如果有要洗衣服或者是学哦，有洗衣机吗？干燥机、洗衣机，算是投币的，但是就是馆内都有，是、okay. 有洗衣机给赞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。哪个？カクルム、カクルムのロッカーですよね。嗯，部屋の鍵。就是房号，房号一起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大小对应房间号。哦，了解。所以就是找自己的房号，对，就是找到楼梯。如果他的 rental 已经有，你们会帮他放进去吗？如果他价格不太科学，但现在价格就是双倍啊。嗯，哦，还不错哎。对，是这样。然后现在空啊，关系全部。近的地方放隔板，嗯、就是依照日本的规定、哦。对，然后它是有小房间，但是因为会按照当天客人的情况来开放的座位，对，所以不一定。哦，了解。能放到，因为它这边是有个别室，嗯、哦，就是一间一间的，还有一间一间的，就是、两间哦。两间大概四个人，了解了。平常是如果客人有加常住在各个室。哦哦哦。有空调，那就要打。也可以打通。这边是可以打开的。这边就是传说中的 Ecoland。Ecoland。对，就是蛮多小商店、小澳洲的地方啦，就是很多酒吧、餐厅啊，就是在这一区。而且目前很多都已经开幕了，就已经开始在营业了，对，准备迎接雪季的到来，是算蛮热闹的区域。